你是发菩提心，你既然菩提心为因，你一定要去慈悲。但是慈悲的过程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无所得喜，你无所求，但是却善巧方便，了解吗？你做金贼循环，金贼疑鬼，金贼，然后进来这里走，还是无所求的，还是了解三轮体空的，那叫他都慢慢慢慢帮助对方。那帮助对方是好听，其实是透过对方成就咱家己，了解吗？成就咱家己，恁两个冤家冤足久啊，看了拢不爱讲话，其实来参加后会两个个拄着嘛，就个怪怪安尼。啊，你边仔处理？你拄啊坐遐拢卖插伊，你规气去坐伊后壁，喂，我伫你后壁呢。啊，该对号一下，哇，你超多啊！我对号我都超多啊，安尼，我心的挂碍就没有了。小等下坐一边啊，我拄啊坐你后壁，即马坐你边啊，就开始甲伊讲，开始对就好。会算袂记诶，你对歹，两个都解脱啦。啊，你也解脱啦，你是毋是解脱啦？啊，无恁两个迄个挂碍诶心态，后世人我看着爱结婚啊啦，安尼，爱规人规世人都啊你你我我，你是啥忝啊你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个心念挂在那个地方。你虽然不喜欢他，不喜欢跟喜欢都是挂念，了解吗？爱跟恨，佛教要我们只有平等的悲心，而没有喜欢跟不喜欢。今天晚聊丢啊，所以我想出家人也好，那更要有这个念头，因为出家像我们这年轻的法师出家，我拢去还乐诶，啊，都只刚来去看到爱人变乱了，啊，看到万千界主变，因为他毕竟是人呢、啊，所以但是那怎么办？那你就要练习真爱的智慧也好，智慧的爱也好，你不能压抑他，你一压抑他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。那、啊、哪一天读了完经这书，他两眉 looky 啊，因为你也有感受啊，要把这个感受表达出来，不是去对一个男人表达，而是对每一个众生去表达感受。你哪个表示你还要谈恋爱吗？不需要。像各位现在，如果你还想要去追求爱情，部分再给出给，代表你没有去爱，了解吗？你没有去爱，你就。可怜，我结婚7年就离婚了，我拢安得倒啊！然后你心里就挂在那边，跟那我老母爱的查某囝，爱起世人拢在艰苦。其实我老母无虾米病，但是就是这个胎儿一直让他苦啊那样啊，一直缠绕到他的身体，到他往生，他还在挂念这个事情。所以我想，咱基本上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才是健康。好，大家注意。那么，咱定定就爱安尼念，因为这世间无一间病院停止破病了，无可能。所以咱的慈悲心嘛袂使停。但是虽然咱有慈悲心，但同样紧的是佛的力量。所以咱相信佛菩萨不舍众生，那么咱感受众生苦，咱替念佛。当然，刚才念佛，刚才后边即阵呢？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还观想佛的根，还为什么佛像做成金色的？那佛的根功德啦，就就底下这个病苦的人，包括也完全接住。哎，比如讲，一段的屏东病医，然后屏东病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冇真侪人会破病，乃至佛根嘛，佮叫屏东病医来的所有药啊，乃至呢，佛来的加持。那么，希望佛的力量拢留在医生的身躯，留在护士的身躯，你还是来个观想。那么，其实观想你要相信100%，因为你的信心、慈悲心嘛。那么，佛的力量就伫遐加持啊。那么，咱这个世间在日念佛、念佛、念经啊，啊，各位是有这个信心去念。就算你在念心经，不是你一个人在听，因为呢，心爱着众生。所有的众生啊，各位有一种修行方式，你爱敢修，就讲、是，咱的心拍开，慈悲心，地狱道进来，咱的心，五鬼道进来，咱的心啊，所有的六道众生拢伫咧咱的心肝内底，然后伫咧咱的心肝内底，咱咧念心经啊，因拢得着，因拢听着，咱咧念往生咒，因拢消业障、断恶尽，愿往生的为你的心肝卜。那这莲花一丁一丁一丁滴滴去，那我常常安尼修，安尼修的好处在哪里呢？你的心肝会较嫩啊。那我想，
众生拢是佛心观的众生。那么咱学佛的人就爱学佛的这种的度慈悲心去领受接受众生的痛苦，不然你的心观有当时啊感觉空虚，空虚。有人念佛是因为空虚啊，跟念一下佛阿弥陀佛，啊，无我心观吼未定。当然佛来给你加持，但这个不是大悲心的念佛。你的囝在破病，你一定藏在心肝，还有我们跟你讲，你嘛藏入去。然后你会烦恼你的囝，所以你也替伊念佛。但是你袂使用烦恼心念佛，因为怎样讲呢？当你要想这个众生进入你的心的时阵，你先想阿弥陀佛坐你的心，乃至阿弥陀佛的莲花极乐世界在你的心内底。然后呢，你就将佛给请入来，啊，将众生给请入来。所以当然，咱希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来加持咱的囝啊，加持迄个破病的人。乃至呢，透过咱的慈悲心，互因得到佛心的加持。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讲，各位修行不离开内心。我认为修行，有当时啊，看迄十八岁姑娘啊，咧谈恋爱，我看伊迄脑筋哦，大家来阮翁，唔是阮翁，阮男朋友。他一直在想迄啦，在想迄，敢那老母疼囝，大家嘛在想囝，囝囝囝囝在什么所在啊？囝即摆有好无？看到囝就要甲捏捏的，甲抱抱的，哇安尼真欢喜，因为伊的囝一定入心嘛，所以伊无甲抱一下吼，伊就心看都袂平安。所以像我讲，你去爱一个囡仔，你去爱一个人，你想要甲抱一下呢？因为你无甲抱，敢那你心肝艰苦啊呢？结果，咱修慈悲心的人，各位一定爱，安尼去练习，安尼去练习，那是练习到真正真疼痛，疼痛啊！即马好苦同欢乐的是一个万分心、排斥心，最恐怖还有一个叫漠不关心，跟我无关系，我过了真快乐，跟我无关系。所以我跟别人摆位下好，我都个藏个心肝，藏个心肝。所以，然后。就我个想啊，当然以前是从佛上藏个心肝，当然佛已经在咱的心肝啊，但是呢，要将众生的苦藏在你的心肝，所以然后用佛的心给加持，但是用佛的心的加持，同大力量是你的心嘛得到加持。当你用佛的大悲心，你念佛的时阵，你的心嘛变足流乱足慈悲的，然后这个流乱足慈悲的就是个爱这个破病因啊。就爱这个受苦的众生，那我安尼讲，希望各位你常常练习，不管你伫什么所在练习，你今日今日病一病头前，你个坐伫遐，啊，你的心肝就你敢那把酒共款，和迄病医内底迄搭病房的啦、急诊室的啦、往生的啦，拢进入你的心肝内底，因为你听，然后你用你的鼻心甲呼的力量给转化，在内心里面完成。啊，所以我昨因带我去，我本来不爱入去。云林那个应该算台湾最大的尸体处理工厂，动物尸体啦。哎，味道就歹，因为呢，因为尸体猪啊、鸡啊啊，不管因为修尸体是讲，我昨看到一台车叫做苗栗环保处的苗栗，迄台死的鸡啊、猪啊，什么什么，哦，规几台车满满满安尼，安尼那个堵在迄个所在，哎，因为多跟多塞车。那么按修的这种物件，第一行做的是啥物？那较大只的牛甲猪就先剥皮、剥皮、剥起来吼。剥完以后，然后拢个摕去大桶的都伫煮、伫煮。我搁走去看，哇！啊，迄味就是因咧煮迄肉的味啊。啊，因咧煮迄肉的味有甲掺一寡盐嘛，你看袂？然后迄味就，哇！因为我发现去大家拢冻袂掉，我嘛冻袂掉。啊，突然迄头家娘讲：“师傅，我带你来。”来个杀精者，我是讲要去因家客厅，我在位遐个，输唔是一边这边，会花去，你真正要坐下去，我是讲啊，快口罩嘞，快口罩嘞，安尼，哎呀，你头家娘已经惯习啊，卜就行入去，啊，我只好行入去安尼，啊，那好在我有拿甘露水，还好我看到战神师，伊嘛会惊，啊，为了要甲伊，伊嘛会行入来安尼，然后看到。张金良嘛，走入来，好了，你走到桶内底，哇！但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一堆猪皮啦、啊、什么皮啦、啊，顶头个毛，
我心肝就软，我虽然足惊，我心肝就软，好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所以我安尼讲，各位有了解？比如讲，你少年时阵，你去爱着一个查甫囡仔、查甫人，你惊伊，你爱伊，你会惊伊，你惊伊甲你放散。但倒一讲，你讲好，心肝破开，互你礼拜，我永远爱你，就是迄个感觉，了解吗？各位联络。因为你要去接受一个查甫人，迄阵接受一个爱人啊，敢若你接受你会惊较紧啦，迄搏者你落礼拜，你都免烦恼，你就会疼伊，疼伊甲死安尼啦。但是疼痛众生安尼，回礼拜疼伊，感受伊的苦，爱伊，体谅佛，拢伫你的心肝内底完成。所以一个修行者，如果你若惊你的心肝疼，你都无法度修大乘佛法，因为你爱一个就较艰苦，你阁爱遐尼济。啊，听哈恁济，但这叫做大乘佛法。啊，你啊修行佛法绝对唔敢，因为听一个足艰苦，因宁可切断、切断。所以阿罗汉就永远较酷酷的、酷酷的切断、切断。哎，但是咱修大乘佛法咧，咱都要勉强家己，从一听伊，迄只鬼啊，别人看也是惊。哎，老实讲，我捌看过一个影片，一只牛去用台死，北皮伫遐。迄牛仔囝来，直直哭，直直哭，用伊个嘴去用乌爷垃圾老灰所在，迄是咱做袂到，但是因为动物都都疼伊啊，疼伊啊，敢若一只狗山啊，因囝死去变布啊，伊嘛永远甲摕掉掉，伊嘛永远甲摕掉掉，咱看了咱心肝会足疼的，啊，因为迄老母无大，敢若一只海狗，那么伊囝死去伊就在伫哭。即话即摆去澳洲看迄黄金企鹅，黄金企鹅安怎捕卵个呢？迄冰天雪地边啊捕卵，迄个因都爱徛好迄大只，那它那个生下来的蛋，母企鹅就扛一下夹在两腿中间都要捕啊，然后捕完以后，忝啊，爱去便所完了，换公企鹅徛一下，两个24个钟头轮流站着孵那个母蛋。你在细休息，然后好几天好几天，终于那个蛋生下来。你看啊，这只公企鹅、母企鹅，疼疼命命的。所以我甲讲，一个老母，伊将囝生的也不多的，迄种十个月疼，一切好，伊种无法度、无法度放下对方啊，迄种的心肝。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，各位你要修大乘佛法。我发觉个真侪人会生气啦，会骂对方，是因为伊无将对方疼入心。你若无将对方疼入心，老实讲，你读汉字地藏经，你很可以修仪轨，但是你没有悲心，你念迄都没有什么用啊，因为不相应。所以各位，这点你一定要记。但是你袂使讲，我敢疼我的囝。各位拢知影讲，我今日出家就是因为我疼我的老母，甲疼我的囝，疼到我心肝足疼啊！我唔知道，我刚才要起笑呢啊！结果唯一有法度解决这个方式嘅，是爱互因离苦得乐。所以我虽然真疼，但是我必须离开因。我若无离开因，我都无法度切出佛法，乃至家己嘅功德，有法度帮助因。我袂使干那背都要疼咧。所以出家唔是一种嘅责任。啊，出家是一种诶，所以我迄阵看佛经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多太注意讲，伊暗时去看某，甲看罗诃罗，伊要离开阵，伊个心肝离开，伊个心肝怎规个碎去？那我看下这段，我就讲，这个太伟大，太伟大啊！这毋是人咧做诶，但是等我后摆，等我要出家阵，我就迄个感觉啊，哦，足疼啊，脚就阁行出去安尼。啊，无我来个带来度假，那阮到三个就足快乐，一世人足快乐，我也是足快乐的。因迄阵拢无咧欠钱，我也是足快乐的。好，那传来带来加拿大，迄阵拢经过，我们带来什么所在，都爱爱一世人都好啊。啊，我喺丈母个惊我咩？无要紧，偌济钱拢无要紧，你母啊，想说阿母想说带去安尼呢？但是我知影我足爱伊呢，但是。那我多，因为你了解佛法，这种爱无多可以解脱生死啊。所以我呢，形容各位就系真正爱去做，不然呢，我好加真济菩萨真爱修菩萨道，但是咱买起来吼，足厉害啊！
那你去配面吼，拢唔知是虾米咧？啊，因为伊无将对方听入心，就变安尼啦。啊，这点是我的缺点，因为我唔捌谈过恋爱，我跟阮太太结婚嘛，阮丈嘛甲拜托个安尼。所以我对阮太太足无公平，这是事实啦。啊，但是我生迄个囝，哎呦，我变啦。啊，然后。我一定对我老母会疼，我超过我囡仔，我囡仔我看阮老母呐，小可胃疼我都挡袂掉。那看了阮老母咧，阮老爸没有，我就想要去搞阮老爸争啊。但是我唔敢，我敢来想，我敢来惊伊去哦，阮老爸怕安尼啦。我敢来惊者，其实阮老爸唔捌拍过阮老母，从头到尾伊是一个嘴的，但是我的心就会惊啊，因为我疼阮老，疼阮老母，疼为心内底入去。啊，然后生囝，我才讲，哇、哦啊，这个无同，吼、哦，这个较严重啊！啊，我有法度看伊拢免困，我当时去上班，那去过去应酬，回来已经，阮太太已经光光叫啊，都困啊！我怎啊坐遐看囝，啊，搁看伊两个，我看到天光安尼，我才知讲，哇、哦，这叫做爱呢吼！我某在困，我早就搁困到光光叫，我搁看伊，但是我即马看囝会变安尼，会变安尼，我只要看伊个天光就好啊。啊！我看我某呀，连咪困一个背盖，然后我就想，哦，这叫做修行。所以我甲各位讲这呢，这是咱的力量。你讲你那边想大悲心，你爱有一个爱，爱到极点的爱，然后将这个爱给转化，变成一种空性的大慈大悲。但是你若唔敢去爱，唔敢去关怀对方，迄、那个老人，迄只牛。刚才各位你在听狗啊，你也在甲扑调调，因为你听伊，你决心要听伊啊。这只狗啊绝对袂甲你违背，所以你敢听伊。那是你搁知影这只狗后摆比你较扎实，你搁较听伊，哎，你也接受伊。但是各位你若要修慈悲心呢，你一定要去学这啊。你起码练习用心观，我无叫你去真正去搞邪淫，不是那个啊，用心观听对方。用心肝感受对方的苦，唔通白贴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真侪人无多去超度，包括堕胎胎了，无超。因为伊虽然该提囡仔，伊即摆想法是要该超度，唔是要该疼，你了解意思无？刚才想讲，我要该你超度，你去极乐世界，但是你的动机无疼伊，伊无爱接，伊无爱接受你的功德。你有法度去感受了，你对伊的疼，伊才袂怨恨你，然后伊才有法度接受阿弥陀佛的接引。你若无甲听甲底，伊就袂放下，因为有一个唔甘愿，你无甲听甲底，你了解吗？啊，所以你甲听甲底，伊欢喜啊，那是你可以抬甲底。但是各位，你就要一定安尼练习，然后你的心肝，才有法度敢那佛的心，然后用佛的心去感受对方的痛苦，绝对唔通漠不关心，唔爱插伊，惊伊，安尼拢无多，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讲了，慈悲是一种全然接受。我刚刚讲各位做老爸老母，迄实在是疼到唔知啦啊，对查某囝。那么迄种的疼，哎呀，产生执着。那佛教嘛是这种的疼，不过呢，伊家是一个智慧的来的，一种空性的智慧的来的，有法度超越世间的疼，会让你足艰苦。你也放袂开，阮老母就是安尼，甘愿为着要看阮大兄，伊本来就爱往生啊。伊本来就往生，我早就甲问好时间，像我拢问好啊，结果伊唔走，佮留一年，都啊疼，啥物啊？伊唔甘离开阮大兄，安尼，伊唔甘离开阮大兄，伊甘愿疼，安尼，啊，啊，阮大兄，我定来甲拜托讲，大兄，你就甲妈妈讲，妈妈放下，啥物放下，安尼，啊。你宗师姐去搞妈妈做，两拢去阮妈名，叫伊放下，你不要介放。个咩？你阿摆卖叫伊来，我们在边来讲，宗师问起啊，阿菩萨，你要放下，阿弥陀佛，阮老，阮大兄气甲要死，我坐落阿未吐完，要放什么下？我听了，我心肝嘛足艰苦，因为阮大兄唔一句讲放下。好，妈妈你去，对袂使，因为伊欠伊，各位人甲人的见面，迄毋是咱两个都管的。伊唔帮阮老母，绝对袂使做，伊来都要疼，都要艰苦，辛苦也在死啊。啊，但是呢，伊都要老掉的。所以我用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啊，一直跟我大哥回向啊，
做工地好易啦，我要阮大兄放下，了解吗？啊，而且改讲，哎，讲观世音菩萨伫妈妈的头壳顶啊，一下落个抓起啊，安尼啦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安尼啦，我转来跟朋友个讲大兄讲，大兄，你爱老母，我嘛爱老母，啊，即马观世音菩萨来啊，啊，你都。妈妈一定会足快乐，一直直接的直叫。佛教说不经中阴身，直接往生净土，就是这意思啦。所以啊，我也短一下讲，慢慢啦。事实上，他是很爱，但是他又也很怨，对啦。因为这种情绪，我可以了解。所以这种情绪我拢知呀，但是要安怎去转化啊？所以，但是我也知，我短一下足艰苦，安尼足艰苦。虽然伊无死，但是心肝。个爱个分的艰苦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我的老母嘛是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是，当然各位要去超度什么人，你也去了解对方的苦，去领受伊的苦。虽然咱即马卖讲咱有能力超度，但是咱即马心电是慈悲心的感受，接受伊的艰苦，这咱做会到。但是咱的心无都该转化，所以咱来念佛，啊，以菩提心来念佛。你要感应佛的力量，你要用菩提心，就是讲佛讲，我愿意成佛，我愿意跟你赶快安尼成佛，道种迄叫做发菩提心。你因为你发的菩提心愈大，那么你感受佛的力量就愈大。当然，即内底原则免咯，要安怎，和大悲心甲佛的菩提心成就来帮助迄个众生呢？包括帮助你家己，迄个叫做空性的智慧。即内底你要家己问家己。啊，空性的智慧就是对于一切法，对一切拢无执着。你目的就是要帮助伊，无家己的想法。啊，乃至呢，你家己拢有法度拍做肉酱嘛，无要紧。只要伊有法度快乐，无我唔是干呐思想无我，无我是我一切拢有法度为了伊去用拍做肉酱为死。所以，做者菩萨爱甲众生讲。我的生命是众生的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生生世世奉献，就讲啦，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，用我的生命有法度替，干那替一个众生，落去几多地角都十劫，只要一个众生我都愿意，啊，所以卖好去地角，我替来地角十劫受无量苦，那这是真正的愿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如果咱来要成佛。你有真正讲，你要发菩提心，你来真心发这个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因为太多了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常常的观想，观想噶愈来愈感受，感受噶会哭。所以老母呢，听见听到伊咧嗽，伊就会哭啊，伊的心肝就伊就无法度啊，啊！所以你也用这种的想法，所以对咱的老母。他叫你到他跳舞、讲唱话，你拢会甲讲，因为你听伊。你希望伊卖，就算伊即摆咧破病，有小可欢喜，你拢愿意予伊。所以你因为听伊，所以你愿意讲什么话，你拢愿意啊。手甲牵咧，只要伊安怎拢无要紧。所以各位爱这两种来扛到底，你也开始去练习。这是我好看即摆咱修行大乘佛法咧。尤其汉传佛教啊，因为太严肃，太严肃，因为在大殿修早课晚课要很严肃，严肃久了认为严肃就是修行，其实这样就慢慢就脱离众生啊，慢慢脱离。当然从我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跟各位讲话，各位都听，因为咱差不多拢五六十嘛，可能你比我较少年。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，完蛋了。我现在一个最大的痛苦是，我可以好好改改，先跟他讲话，伊甲讲啊，你怎么叫老咖来讲话，或者是，所以我今嘛，我今嘛去你拢关心我变十八岁啊，你叫老咖来跟我们讲话，哎，师傅，我们有代沟，我弄别啊，代沟啊，代沟，我都该讲哈济，唔知要讲啥，所以我今嘛来要去，我在车上，我就想。我都问他几年级，小学三年级啊，我还变筋了。然后现在高二，哇，这统派出力啊，这高二一边吵吵啊呢。然后我就要变成我自己，变成他们的年纪，你要干嘛？
变成他们的年纪，然后去关心他们。哦，要去女子监狱哦，我要变较引导、较引导、较引导呢。哎，我一看开讲，哎呦，这个就好假呢。然后而且该功夫啊，无那边插你嘞。那嘿，也不是佛教徒那边插你，要从啥？所以我里去来对，因为要给他吞落去呢。我在想，哦，唐三藏又低度是假死，真正。但是你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你比那个要多呢？所以讲到这些，当然我还是希望各位从慈悲心开始修啊。但是如果你要修所谓密乘啊，除非你心中就短，因为密乘在修愤怒尊的时候，我是安怎好你死？你看愤怒尊，伊是将人的脑给剥开，吃吞吞的，要干嘛？啊，将打了他，他是这样去度他的，叫愤怒尊啊。那这个是要很高根气，那是很高根气才有办法修的，因为咱世间人有法多好歹性腐化。我跑来跑去，台湾是宝岛，台湾是宝岛，听得到真实的大乘佛教。虽然今天老百姓慢慢无滴啊，但是伊的威仪、伊的功德啦，拢个滴啊，迄种听众生的心态，搁咧甲咱加持。台湾是个宝岛，那么各位有机会出席伫台湾。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因为老实讲啊，就像胡金公哎，一个人能够显密圆融，达到修行，最后成佛，只有在贤劫一千尊佛的第四尊释迦牟尼佛跟第一千尊春涅啊，你听不到这个，你只会听到单纯的显教这样而已。啊，一直说啊，我的里超多啊，结果因为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观修。那种密啊，那你爱按那点来去灌输，所以各位，我希望各位去找较痛苦的代志去做，找过去唔捌做嘅、唔敢做嘅代志，你唔通惊说，我怕离开你，我怕失去这个地位，那、啊、你能惊这個，你无得修行啊，该放下了你要放下，放下又放下，所以当然。至少各位现在先听，你就可以放在心里去观修啊。一开始用这个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也在观修，那不是我哦。观世音菩萨将众生的苦去入来，去入来，然后透过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智慧功德力，将这个不同贪关口的物件，佮化作甘露，佮出去啊，佮出去啊，进来出去，进来出去。但是修这个的目的不是以他来度众生。是咱的生命变作自他交换，吸，咱的毛细孔乃至咱的心拍开，吼，迄搭同垃圾的、同杂念的，放在你的心肝内底，佫袂生气。咱即摆人，你稍微把一个痛苦的众生、讨厌的众生放在你心里，你就会很恨。你袂使，啊，你要故意，全部进，但是你可以转化，啊。你把这个最恨、最肮脏的、最残忍的，透过你的悲心转化。老实讲，还是那一句话啦，这个叫月光三，或是叫月爱三昧、大慈三昧、慈悲三昧。就看他释迦牟尼佛看了央杰摩罗抬很多人啊，或还斩啊，大概把酒弄扁啊。佛陀呢，很有爱心的带他到森林，转过来转化他。啊，用放出月爱圆满的爱，叫月亮的爱，这种不变的心态，就算央杰摩罗金马很高或得破了，那他还是爱他，这种不畏惧又充满爱的去看着央杰摩罗，那央杰摩罗的990那种杀气顿然不见，升起惭愧心，个鬼也高或得被对出给，而且从今以后依教奉行，这个要这样去转化。啊，咱即马各位听我安尼讲，你就练习用心对一个人开始。你讲这世人内底，这人你同万分，而且甚至不爱甲伊讲话，你要慢慢让他进入你的心，爱他。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。
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。